这阵子去放个假，回来之后就觉得感觉过了很久。你跟我说一下那个结婚是一个什么感觉？瑞德，差不多换你了啦。我戒指戒指。新的一个嘉宾，我可以让你自由的谈话，然后来喝一个水。接下来呢，即将带来罗俊硕一个小时的脱口秀。熟吗？唱北流熟不熟？还不错啊。那你不唱，约得上？对啊。听说你上次没有，因为我这阵子去放一个假，回来之后就觉得感觉过了很久。对，不同的世界。你跟我说一下，你跟我说一下那个结婚是一个什么感觉？身为一个这么年轻然后成功人士，哇，早早结婚，然后遇上一个这么棒的女人，然后愿意跟你厮守终身，爱情长跑，从你们还在很就是 ，Red， 差不多换你了啦。我戒指戒指。我看一下，这感觉很大颗。对啊，这很大颗。对啊，应该红衣你不会这么挑吧？